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们今天来看西贡市附近看一间邻近西贡市中心的一间村屋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。家屋的面积就是2100尺，间隔是4房2套，还有自己的花园和天台。屋主就是以白色和木色做设计的，非常之干净企理，很适合车入来住的。我哋而家咧就喺2樓嘅主人套房，啊呢间房嘅特别地方咧就除咗有一间好大嘅浴室之外咧，佢入边咧原来咧仲有一间房嘅，呢间房出个面积都唔细嘅，可以我嚟做书房或者系衣帽间嘅。咁呢间房嘅露台望出去咧都系非常之翠绿同埋开扬嘅。如果你唔揸车嘅，咁行10多分钟就可以出到去西贡市中心啦。咁呢间屋就睇到呢度啦。如果有兴趣嘅话，请你联络我啊！记得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